说你把那个炸鱼那个油给我留下啊，让姑姑灌在瓶里面，我下次炸花生米、炸鱼都还能用，听见吗？不要给我倒掉。还有那个鱼，不吃就咱们拿上给奶奶。三三油。啊，你问姑姑吃吧，你把姑姑那个脑我饭都拿又倒了。没倒。啊，没倒，他啥不敢倒。他们自己吃呀。啊，他说吃就留下，不吃就给带上，走。好了，高兴的下去了，哎，急急了，来，高兴，拿着拿着，走了，哎呀，高兴，你背着你的小书包，哎，走了，哎哎哎，给鞋子，给我鞋子跟吃的拿在一块了，哎呀，啊，走，爷爷配的眼镜。没拿，包里面留。哦，走了，高兴，走。哦，扔后面，干活用。走了，对，不花了，姑姑又回来了。拜拜。走了。呵呵。快些，走了。手机这么多包，回去的时候买螃蟹抓的，箱子这里。哦，你拿个塑料桶，不是加点油吗？在。哦，拿了。山上那个汽油，有了。拿了。我要到包车来喊你。走。哎呀，我说我上当了，非要他上去了。上车了，高兴，上车了，走了，拜拜了，高兴，走了，对，走了。这高兴要干啥了？要干啥了？高兴。要买玩具了。玩具打好了就得。啊？要买玩具了。大的车，黄色车。啊，给买个。一直在那儿在叫的。啊，给买一个大一点的，让院里面推着玩。你看他看哪个了？小高兴坐车，一直指那个玩具车的。啊，去，哎，撂急的，哎呀！我看，爸爸看，高兴，我看你高兴成啥？哎呀，哦，去。自己就跑了，哎呀，啊，那你给他买个大一点的，啊，买个大的，哎呀，哦，挖机，买个挖机给，啊，红的，你看他要哪个？现在闲着玩了，看见玩具，磨的人要了。梅老板拿走就行了。老板不在乎，你拿走就行了。那包里面嘞。好了，老板出来了。今天把那个孙子玩了呀。哎，这个不是老板。关门了，哎。老板吗？啊，我他卖东西了。他不是老板。哎，手机那就拿走就行了嘛。没老板吗？看人家这个卖东西的。买东西，找人家卖东西。太胖了，哎呀，这还买这个车还得等半个小时了，不拍了，等会儿再说吧。大爷，多少钱了？
啊？啊？多少钱了？350。三百五，便宜的呀。顶起八个十。嗯，挺便宜啊，这么大。对，这么大，锅好像很贵。20来块钱。嗯，走了。行了，走。来这个楼下这个奶奶这儿揪点鱼腥草。哎呀，这是不敢上去，这是想奶奶了，跑这么快。有吗？啊，手机。你看你的垃圾树干过来了，过来，喂，过来，来，好嘛，这俩人，嘛越来越有知道有肉吃了，司机，司机。这个下面有了吗？好点鱼腥草吃。哎，看看鞋子，鞋子。哎。哎，看这个蜜蜂。啊？啊，看这个蜜蜂。你没看鱼腥草？看了呀。这不是鱼腥草吗？嗯，你看这里有大的，这不是鱼腥草，这上面都是啊，小姐，我给你刨啊，我给你刨，我给你刨，哦，干，哎，又刨了半袋，烧鸡子现在真喜欢吃这个鱼腥草。来，看，看，对，这个嫩，对，你看这样点点的，啊，走，回去弄，走，对的，便宜，啊，一样，这两个小孩，啊，一样的月的，啊，一样，一个月的，差不多嘛，胖瘦也差不多，啊，哎呀，高兴咋？让，对，让哥哥再玩会儿嘛。给拿了个玩具，小铃铛，嗯，对。对，给这个哥哥，把高兴这个大车换回来吧。不行，大的让他玩吧，玩了两天再吧。妈妈，高兴这是不让了，妈妈。高兴，把那个大车让哥哥玩吧，玩两天再给你。嗯，行不？小孩都喜欢车。走了，嫂姐，把那个小的给那个哥哥是吧？对，这个弟弟今天刚买的。嗯。袋子拿回去了。拿回去了。小高兴舍不得他这个大的。